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二月七日的AM新闻，我是朱永晓。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明仔载国道一号和三号的南方向中昼进前较够塞车，国道五号南港到头城的路南方向透早七点到下晡两点车会较多。国内增加44个境外，16个本土。高雄的九例当中，有一个是确诊的新北国中生，去高雄过年，因阿爸今仔日会染病。台东有一个民众，家己放烟火来耍，谁人知影烟火熊熊飙起，伊袂呼闪开，踮着面头尾上，病院也救无回来。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交通。明仔载是初二，高公桥预告讲，伫国道三号甲一号落南的方向，中昼进前会较够塞车。也那国道五号落南方向的南港系统到头城的路段，透早七点就会出现车阵，一直到下晡两点，车才会减少。也人讲到天气，今仔日因为温度高、水气饱，有山和合欢山拢有落雪。明仔载水气就会较减啊，不过初三阁有冷空气会较低，中部以北阁有东部就要注意雨水。初四、初五阁会阁愈寒，乡亲就要穿好些哦。所以一直落规个玉山气象站看过去，变成金白色世界。伫温度、水气条件充足，玉山落雪啊，是伫早起5:30开始落，即是至少有0.5公分高。除了玉山、合欢山也有落雪。气象局表示，即波冷空气水气真足，未来几天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有完有落雪机会。初一到初四的清晨这段时间，其实都还是有机会下雪，特别是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气象局表示，虽然冷气团减弱，各地气温有淡薄回升，但不过初一透早的新潮关西有温只有12.5度，是全台上低温。预估初二水气会更加少，到初三了后，阁有一波冷空气报道，再加上方面环境，中部以北、东部部拢有机会落雨。初四暗到初五透早是这礼拜上冷的时阵，北台湾上低温将会降到12度。正月初一，春节连假第四天，国道一道开始出现出去铁佗的车辆，北角路段拢是车真侪。那北区的部分，国一南向的杨梅至新竹路段，以及国三的莺歌系统至关西路段是呈现车多拥塞。中部地区的部分，国一南向的埔盐系统，以及国三南向的中兴系统路段，下午也开始出现车潮。往东部的苏花路龙头早就出现车条，有塞车的情形，警方已经加派人力疏导。苏花路龙约莫在早上5点的时候，车潮有限。那目前车流的尾端在苏花新站。国公桥也提起，初二是当外客处的地址，有个国一、国三路南路段车条会集中伫东道进前。另外，各个南向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有计早起7点就会开始出现有车条，阁会一直继续到下昼2点过了后才会缓解，民众一定要多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拢会伫初一出去行村，伫台中游乐园是迎接着袂少家庭来走来佚佗。也那中华的溪洲公园也当咧办花蕊甲农产品的市啊，去花莲甲宜兰行搭的人也袂少。真侪人烦恼国道五号会塞车，伫团圆暝也着是昨暗时着提早出发，希望旅程会当顺利。正月初一透早，传统方向爱早早出门行村，台中的游乐园，正拄啊开园，就涌入袂少的爸爸妈妈，带着囡仔要来好好耍一下。为了防疫，业者也准备防疫门，入园进前的量体温甲实名制拢爱做到。全程必须佩戴口罩，所有的防疫工作也都会落实来进行。在花卉主要的山区彰化，彰化县府在溪洲公园举办的花地彰化活动，结合花卉元素和农产品，呈现彰化的在地特色。初一开幕，甲民众见面。虽然今年拄着疫情相关，也毋过县府表示，今年只要做好防疫，也会当体验彰化特殊的农园文化。深入的了解，体会到我们农游的一个乐趣。那在疫情期间，也让大家能够更加的一个放松。受到水气和低温影响，合欢山伫透早就开始落雪，日时了后转为落雨，路面真滑。目前在十四甲线翠峰到大湖岭管制通行。东台湾的花莲是拄着连假就涌入真侪人，大批游客欢乐泰迪购物，加速化解。初一透早就提早出发，包括汉阳公园、甲秀景村，透早票都真歹卖。
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通常大型鲸都会移回游在这个地方，然后往比较往南的地方去走。南北角的基南因为水气加冷气团影响，规天是乌阴落雨。因为也是连假期间，民众把握时机出去佚佗，包括团结园区加东山河附近的景点也陆续涌入游客。初一到初六，我们邀请所有在地的宜兰县民可以免费入园。虽然疫情升高，加上天气变化，也不过有高岗的廉价民众出去佚佗的兴趣也是无减。业者有讲，初二开始会出现出去佚佗的高峰，呼吁民众爱做好防疫，才会当欢喜行春。记者综合报道。关心疫情，今仔日有44个境外，16个本土，其中桃园就占7个，高雄有9个。高雄的个案当中，之前有一个是对新北对妈妈去台中，落尾去高雄过年的确诊高中生。感染源不明，伊的爸爸伫今仔日也确诊，相关的活动行踪搁咧调查当中。国内搁新增加60个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指挥中心表示，有44个是带病入境，本土是16个，其中高雄市占9个，尤其咱搭去饭店拖出来幼儿园群组案都增加6个，有5个是伫咧隔离的期间采检确诊，甲高雄港相关的是有2个，是暗号18969甲18970，拢也未满10岁。是交通船稳降的囡仔，另外一个是暗号18942，伊是伫31确诊的个案，18905因老爸，无注过新冠疫苗，30个时阵出现相关的症状，采检确诊。礁溪长荣相关的幼儿园有6例，那这包括2对母子，还有一个是幼儿园的学生，还有一个是那个学生的哥哥哦。感染源待查的部分哦，那他在1月25号到30号都是在高雄活动哦。所以有关这个个案，还有他的小孩这个确诊的部分，他们的这个疫调的足迹都还在进一步的一个调查。除了高雄，桃园嘛增加7个确诊，包括阿福电脑阁增加2个菲律宾籍的义工，在隔离的期间采检确诊，甲八年幼儿园相关的群组案增加1个，也就是暗号18949，是一个年母，有注过2档疫苗，不过也是去用喂掉。另外，台企某一间物流公司是增加4个，3个是员工，1个是做伙住的亲人，因拢是暗号18886相关的接触者。公司目前已经裁减了343人哦，那除了这三例员工阳性，其他都是阴性，那还有其他员工都还在陆续安排裁减当中哦。指挥中心表示，这16个本土病例内底，居家隔离的期间阴性转阳性都占10个，相关的疫情拢在掌握当中。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今仔日的9个个案当中，有6个和大寮一间幼稚园的群组案有关系。即马发现幼稚园群组案的病毒株和高雄港群组案是无同的，也就是无同条传播链。也那拄只讲到的感染源不明的新北高中生，和伊老爸拢确诊。这两个人伫1月25到30拢伫咧高雄活动。市府除了消毒，也宣布讲对明仔载开始，电影已禁止食食。在三民区的西湖国小，虽然这一天无上课，不过因为出现确诊者的行踪，所以学校的门口也是做大规模的消毒。这个有去过确诊者是一个40多岁的男性，暗号18942，是暗号18905，这个感染源不明的高中生因老爸。伊在1月初十的时阵为中国入境，1月23居家隔离期满进前做采检是阴性，不过有甲确诊者接触，31防护日。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1月25至30人拢伫高雄。这个个案呢？基本上跟18905从1月26号的一个接触当中衍生许多足迹。那这个个案的状况，那目前是处于无症状的情形。高雄新增加9个确诊，除了感染源要当地调查的暗号18942，大寮某一间幼儿园的群组案阁增加6个，1个是幼儿园的学生，另外5个是确诊的囡仔的亲人。年岁为1岁到40多岁，拢是伫个酷热隔离的期间采检确诊。这个幼儿园群组案，病毒基因的定数嘛出来呀，初步排除甲高雄港有关系。跟高港的这个 BA.2 是不同的基因序列。那换句话说它是属于 BA.1 啊。那以高雄最近的台湾最近的流行病学的病毒株来看可能所以是比较是属于在北部地区。另外有新增加2个囡仔确诊，是高雄港传播链的亲人。基隆社区体检站持续在基隆的病院内底设立。市府表示，在过年期间，民众若是感觉有疑虑，拢会当去做体检，而且防疫措施也有救援。从明天开始，
好，电影院、厅内禁止饮食。不过两礼拜时间，累计已经有104例确诊。高雄市嘛宣布禁止伫个电影院内底密闭空间食物件，不过也是会当卖。遐那市场、观光景点，还佫有卖食的店头是禁止试食佮试啉。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即马南北咧传，台北对今仔日开始电影院是禁止食食。遐那台南市府是趁初一民众出来行村，伫庙埕设注射站提供 BNT。核对身份，国领同意书，民众来到庙埕，毋是要领红包，是要来做疫苗。因为正月初一，真侪民众会到庙宇行村祈福，受到疫情影响，防疫工作袂当有假期。市府特别伫台南安定的所处第一大天府金湖宫头前加开注射站，初一提供500剂 BNT 疫苗，无论第一、第三剂，只要符合资格民众，都会当有药来做。有空啊，今天有放假，不然。要那个预约，要不会预约。今天会打出354剂，全面开放一二三剂的话，我们都同意施打。台北市防疫同样无放任，市长郭文鼎正月初一透早就到大数据中心视察，了解整体运作和疫情现况。面对国内疫情摊烧，北市提悬防疫规格。初一开始，电影院影厅内禁止食物件，引起部分业者反弹。也防解脱是防疫升高2.5级。对此，郭文鼎表示，是烦恼政府伫过年期间号令下降，无希望过年了后疫情扩散，所以希望80%营业会当维持的情况之下，和防疫更加安全。如果我们第三季真的该打都打，打到70%了，我们真的要坐下来想想看，隔离政策要不要放松呢？我们要把所有疫苗再整理一遍呢？可能明天下午我们宣布嘛，重启那个预约平台。另外，北市也有80000剂的 BNT 疫苗，郭文鼎说明，有个初二下昼会中启预约平台，初二迄个礼拜开始和平将注疫苗，希望会当提悬疫苗注射率。记者综合报道。过年休假，咱会当维持正常的生活，是因为有一群人守好因的本分，做好工课。总统蔡英文今日透早就去空军航空甲飞弹指挥部，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等等的单位视察，伊也发慰问金感谢一挂当地的人。张立强，甲国军官兵同齐比出手势，展现国军的好气势。正月初一，总统蔡英文透早就来到空军航空甲飞弹指挥部，慰问兼收单位的空军官兵感谢因守护国家安全，佮视察国家飞弹的准备操演。总统新年快乐，有什么新年新希望？总统好。比出加油的手势，希望过来这一年国家事事平安，风调雨顺。蔡总统拢无停，这一站来到台电的中央调度中心，慰勉值班人员的辛苦。未来，台电还要为这个国家承担更多的任务，所以在这里也向所有我们台电的同仁说，辛苦了。今年虎年哈，那大家。景气也非常好，那我们各项的能源也都上来，那一定会稳定供电。除了到台电，蔡总统也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慰劳，感谢第一线人员守护民众生命安全的辛劳。大家在第一线守护人民，政府也会持续的投入经费来增加人力，汰换老旧的设备，还有采购先进的器材，让我们整体救灾能量能够提升。蔡总统强调，像各所中心，全年冬天都无休困，在守护民众生命安全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特别感谢大家的打拼付出。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民众拢会趁过年和厝内底人放炮啊、生烟火来庆祝新年。不过，算这就要真正爱较细腻的，台东就有一个民众，伊要来家己放烟火，谁知影这个烟火煞熊熊飙起。伊未赴闪开，准病到伊个面，落尾即个民众送去病院了后，也是救无倒来。伫个新正年头放炮啊，或者是放烟火，是袂少民众庆祝个方式。毋过伫个台东海端乡，有一个姓李个查甫人，初一3:10个时阵，想要放这种合作菊仙人个烟火来庆祝，想袂到煞熊熊爆炸，引燃爆竹，突然爆裂，导致80年次民众。伤重送医不治死亡的意外事故。爆炸了后，这个查甫人正病的嘴皮是规个鼓鼓鼓，头壳骨头鼻气，而且看现现。急急送病院了后，经过3点钟的抢救，也是救无倒来。类似的意外，在英国并不是讲真罕见，所以平常过年的时阵，各县市的消防局拢会加强宣导放炮啊、甲烟火安全的规范。
购买烟火的时候，应该看到烟火的主体上或者个别的任何标章。执行高空烟火的释放，它必须具有专业爆竹烟火的释放人员才可以，不要违规购买所谓的高空烟火。如果说不管是违规购买、引进或释放，都可能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款。消防局提醒，放炮啊甲烟火，除了要注意规范的时间甲地点以外，高空烟火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操作，一般的民众是袂当买。而且根据炮啊烟火管制条例，危险性较高，包括会飞、会升空等等的烟火，是禁止卖予12岁以下的囡仔。若是囡仔嘛想要放烟火来闹热一下，都要有监护人陪同才会用的。记者综合报道。昨起到每一天，真侪人伫厝食饭，围炉团圆。不过苗栗的这个范坤武自救会的人，因是和去年同款，无回去厝里，是伫坤武的公司门卡口围炉控制。虽然坤武是无通过气运转，不过油管会当阁继续申请延长。自救会的人也表示讲，会阁收至少9个月的时间，也就是等到坤武的许可证予撤销。大殿放着满满的菜色，看起来真青草。不过场所却是伫简单的帐篷。虽然31号是30暝，明日范坤仪自救会成员也是无等于厝来团圆，等于是伫坤仪公司的门卡口来围炉。守护家园，坤仪撤照，坤仪撤照。自救会成员表示，虽然天气是愈晚愈冷，不过减少工行是一点嘛袂使放松。而今年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在坤仪公司的头前来过30暝，不过就是为为着把家园照掉。谁不想在家里围炉？哎呀，在这个这么困难的地方围炉，大家还是逼不得已。坚持到坤仪撤照，还是我们最后的胜利。顶个月是8号，就是坤仪的气温转极寒。在坤仪因为进场量无够计划数量，目前气温转是无多通过，环保署嘛就会发函和苗栗管护，要求厘清争议。自救会表示，虽然第一关是照条的，不过依法坤仪还是会使来申请登言，或者是提出新的气温转计划。自救会表示，将减少到当年设定文件，依法来施效。在一年内试运转，如果没有成功的话，许可证就自动消失了。在所是那个9个月的时间了哈，再苦也是再等9个月了哈。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一直到截稿为止，坤仪公司还未做出回应。自救会表示，同意设置文件伫9月13号来失效，相信已经无再相信坤仪甲管会说法，并且听候到真正被废掉，才算讲真正保掉家园。记者苗栗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伫全世界有外有真侪国家疫情真严重。加拿大疫情伫顶个月因为奥密克戎拓翻头，因的防疫就变较严格。虽然这个疫情有小可较点，不过因的总理杜鲁道已经注过3剂疫苗，煞也是宣布伊确诊啊。不过也是讲伊无症头，正在隔离办公当中，也呼吁国民就要赶紧注疫苗。不过因为之前加拿大就规定讲，加拿大的托拉库司机一定要强制注疫苗，有一阵司机就感觉真不满，无咧家信道，目前搁咧伫首都办一个反对疫苗的抗争，拢未收煞。加拿大总理杜鲁道1月31日伫推特顶官证实，伊新冠病毒体检是阳性确诊，目前无任何症状。会自我隔离一礼拜，而且远距离办公，嘛呼吁加拿大的民众都要记得去注新冠疫苗。接著，伊嘛亲身召开记者会来说明。The battle against COVID-19 is still dominating so many parts of our lives. This virus affects us all.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mind Canadians to please get vaccinated. 杜魯道今年50岁，去年注过2剂新冠疫苗，今年1月注第3剂的加强针。不过，伊的2个囡仔伫顶日才确诊。顶礼拜伊做快筛是阴性，不过31日转做阳性。注3剂了后，还是去互喂着。杜鲁道因牵手苏菲，2020年3月份就捌确诊。迄当阵，伊嘛因为安尼隔离2礼拜。加拿大有3800万的人口，目前有303万人确诊，超过30000人因为疫情过身。有要80%的民众已经完整注过疫苗。不过面对奥密克戎病毒入侵，今年1月份疫情转起起来，为了阻挡疫情扩开，杜鲁道政府宣布，国内所有会下过美国、加拿大边境卡车的运将，拢要强制注疫苗，引起强烈的反弹。
而且佫发动自由车队的运动，聚集伫咧首都渥太华的国会，严重影响附近民众的生活。示威者嘛，为原本取消卡车运奖、强制注疫苗的诉求，扩大到爱取消全国注疫苗的强制令。针对这点，杜鲁道甲渥太华政府嘛，呼吁这运奖都要赶紧改善，唔通让这个情势恶化。There is no place in our country for threats, violence, or hatred. So to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is behavior.It needs to stop. Many residents have not slept for days due to the noise and disruptions, and many have been shut in due to the crowds, a lockdown imposed by the protest itself. 负责组织集会的团体已经募到济济资金，准备要登记聚集在渥太华，一直到政府取消注疫苗的强制令为止。而且，伊嘛要求取消疫苗通行证的制度。公司新闻，警官请毕业。镜头转来台湾，咱来迎接好年好彩头好吉兆。其实在华人世界当中，也有很多牵连到好的风俗，亲像生肖上好的人，就有一挂庆生袂当做的代志，甚至在民间传说，阁有虎姑婆这种会食囡仔的恐怖的故事。不过，也有亲像好爷公守护囡仔的神明。这也就是讲，好的形象其实是百百款。伫德化街就有一间博物馆，因即马有办展览。我来，咱今马就带观众朋友来听因讲好爱故事。天开红仔册，虎姑婆的故事真侪人拢听过。恐怖的虎姑婆，互囡仔拢真惊。但是虎，佫常常互真侪公司当作商标顶顶模样个嘴。白白拢是虎，亚洲文化内底形象算是爸爸款。因为虎这个音吼，甲虎虎物件这个虎是同音，所以伫个一寡咱企业的这个娃娃，就是企业公仔的所在呢，拢有用虎的这个形象伫个。阁有展出十九世纪末期的绣娘为囡仔绣的虎头帽啊，传统平常是为安尼会使守护囡仔平安大汉。不过绣虎的人禁忌嘛真多，袂使做活动，有人生囝嘛袂使一起三房，就惊冲到喜事，因为安尼当着虎年，红孩啊总是较少。啊，亲像咱绣虎的朋友啊，拢细汉的时阵袂当做迄、那个破格啊破。就是花童伴嫁的这个身份，啊，大家拢知影七月半，伫厝的时阵，感觉厝的可能较阴，要个上好的人吼，这个气较强，所以呢，会请上好的人先去厝的内底行行坐坐。今年是虎年，台北伫华二零七博物馆的虎年虎事展览，带民众认识亚洲文化内底虎的各种文化意义甲趣味的传说故事。记者高文流水台北报道。过年食团圆饭，大鱼大肉。家家户户拢煮甲真澎湃，不过也有人主张讲，食鱼食肉可能会致使搁较侪污染。国立的台湾博物馆目前就举办一个团圆饭的展览，用环保的角度去看食食，毋望民众会当反思环境的议题。街道顶的菜树板道，不过我近看煞拢粪扫，有艺术团体甲朋友捡的海油废料，正做娱乐意象。在看不到的地方，其实就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吃的食物里可能会有平常制造的这些塑胶的影响、污染影响。这些污染不是只有影响到现在的菜，还有污染到可能是海洋的生物。七点零表示，民众还阁受到年节期间大鱼大肉的传统影响，但是时代变迁，饮食环境甲以前无同，因希望用无同族群的饮食，凸显出鱼肉伫食物供应链内底所制造的排碳、塑胶、污染等等问题，让大家思考年节的食食。更有改变的可能性。大家觉得过年要大富大贵，一定要吃肉，但现在等于是你平常要吃肉很容易，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年夜饭是不是真的是所谓的传统？台博馆表示，因自2016年起，就会伫过年前举办这个地点，希望让大家了解自产地到食饭桌顶的过程，改变年节观念，亲像用青菜代替肉类，有够食代替爱食青草的观念，希望大家重新思考人、节庆甲大自然的关系。记者陈阿文调随曾派文台报道。天气报，现在咱做伙来看明仔日的气象资料。北部地区是19度到19度，中部地区是15度到23度，
南部地区是15度到25度，南部地区是16度到24度，外岛地区是7度到18度。今天是好年的头一日，营销祝福大家，大家好心情，好事万行成，十日好笑神，祝你过一年好运免烦心。感谢你收看新历2月7日的 AM 新闻，咱期待再相会。